台上的老师呢，那个他们一些那个评论呢，我觉得对我不是很客观。一个公司呢，它能不能生存长久，取决于它的管理态度。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我现在想问各位企业家，你们怎么在自己的公司当中去分配资源？来，徐磊。我经历过，其实多家公司了，有万人以上的公司，也有几百人的公司，也有几十人的团队。那一般对于销售的这个资源分配的规则基本都一样，就是第一，谁出接这个客户，他有一定的客户保护期，比方说一个月也好，三个月也好，如果他能谈下来，这客户就是他的。但如果他过了三个月你签不下来，就有可能就像马姐说的，别的竞争对手就把他签走。对，那我们别的销售就允许介入，但是出接的那个销售也许在未来承担以后也能分一部分的销售佣金，因为他现在首先维护了这个客户。我觉得像刚才马姐这个方式是传统的经纪人模式。传统经营模式就是我拿的客户我自己交付，我自己找房源我自己交付，对不对？都客户都是我的，从始至终都是我的。但是呢，新的模式是什么？新的模式就是我把客户拿到了，是一拨人，我这丢给公司的客户群，说哎，我有客户有需求，我就拿一部分提成。然后呢，其他一部分人找房源，说我有房源刚好符合客户需求，我这丢给匹配，大家各自拿分享，分成。所以说资源的分配取决于你的协作模式。协作模式就是大家一起来网鱼，大家共赢。那么钓鱼的模式就是您刚的模式啊，要么你拿来的佣金，要么他拿的佣金，相互把佣金把房源都捂着，把客户也捂着，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抢你的，我抢我的，最后大家不合作，就这个模式。对，马姐，您公司找到房源的人是不是在销售之前，如果这个房源是他找的，然后别人销售的，找到房源这个人也会有一部分的钱？对对，有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那这个不就啊？就是他，比如说他找到房源了，他把这个房源录入到我们这个公司的系统里边，对、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我们就给他那个一定的那个分配一下那个佣金的那个制度，有这个制度。比如说他只是录入到房源了，然后呢，但是他没实勘，实勘就是拍照片、他没拍照片，也没拿到房子的钥匙。这个他只能拿到5%，拿到中间的佣金的5%。对呀、啊，协作模式，他们已经很科学了，他说话已经对的、啊，对的、啊，对的、啊。所以他们现在核心遇到的问题是，两个销售卖同一套房子，要卖给同一个人，然后两个销售有了竞争嘛，就是这点事。然后裁判的问题，其实我是觉得，其实只要原来这公司就没有这样的规定，我不觉得需要指责。因为我公司呢，我的目的呢，就是想要公司呢，就是生存的长久一些，对不对？这个出发点呢，我觉得没错，对吧？对，那就是老板您说了算，我们员工都听话，那这只能这样。那就老板，那你就你说了算吧。对。所以我刚才为什么问那个问题？你们怎么做资源分配？其实资源分配的背后，你们要有一套分配的底层逻辑。对，这套逻辑你们不但能自洽，而且还要服众。对对。所以我们吵了半天，雅韵也好，郭兰也好，就颇为无奈的说，那还是老板说了算，就证明这个东西他可能说得通，但是未必能服众。好吧，第二环节不吐不快。我们给到的建议啊，或者说我们给出的一些个人的观点，就展示到这里。